赛，什么都有。一二三，好像没什么差哎。哇！慢东西，经过了漫长的等候，许多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上一集的这个企划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我们的 FB 商品大实测。很多人私讯到粉专，很多人私讯到我的 IG， 我们从之中选择了许多的 FB 或者是 IG 的商品来做测试。我们今天第一样商品，麦家秀。强效除霉凝胶228块钱啊，把它涂在这个发霉的瓷砖上面，2个小时后清水直接清洗，清洁溜溜。2个小时是有点久哎，有点久啦，但是没关系，花钱的坑谭老板来踩，免费的订阅给我按一个，那我们开始实测 ，Go。在我们实测所有商品之前，我只想要先跟妈祖祷告一下，拜托不要再让我们买到烂商品，亲爱的妈祖，请保佑这些卖假货的商人下地狱吧。来，开始。经过上一集的实测影片出来，很多的观众小伙伴们总是在说，你们家厕所好脏，好脏，好脏，好脏。哎，这有原因的。哎，那是为了我们要拍这些实测，所以荒废了半年没人洗，对不对？你就知道我们用心良苦。那我们现在开始就会买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出来实测，才有机会把我们这个厕所重新整理干净，不是吗？合理。所以不要再纠结这些问题嘛。首先，我们先看我们的地板，其实还蛮脏的。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吧。摸啊摸啊摸啊摸，摸啊摸啊摸啊摸摸，一罐都把它弄完好了。我感觉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霉，像它的量好像没有很多。不过我讲认真的啦，家里真的会发霉的话，就有点可能就需要多用几台了。好，小伙伴们，228块钱花完了，我们2个小时后再来看。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商品，先看麦家秀。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买二送三，990。清洁锅底污渍还有除锈。好，来，我们直接实测。怎么弄？要用清洁剂吗？他说沾点清水就好了。沾点清水，走。来，沾点清水而已哦。啊，这很像那个洗车那个除铁粉的那种紫色。来，感觉有点用哎。真假的？OK， 我们第一个刷好了，我们换第二个来。好，刷之前看到没有？没有，就是这么的，都是锈，那么多的stain啊。好，来，好，来哦，见证奇迹时刻到了。哎，好像真的有一点用哎，好像真的有一点用，那我们就换这个喽。三二，看得出来啊。没有到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共涂压确实是蛮明显的。我相信一定是我不够用力，我们再用力一点。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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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把它洗掉。它有颜色出现了，给我拍清楚现在它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用哎，清洁效果是有啦，但是还是真的要靠人工很努力的刷。我觉得这个最精准啦，因为那个水一喷就喷掉啦。好，再做另外一个实测哦。我们这个连清洁剂都不用。好像差不多哎。简单一点，它上面有这个清洁粉，红色的。对。好，抹一点上去就好了。这面是用一般的菜瓜布刷的，这面是用它的瓜布刷的。哎，如果你再刷久一点，应该是差不多。烂东西。帮我买一个铁刷就好了。好，今天我们的第三样商品，先看我们的麦家秀。买二送二，墙壁溶解疏通剂，899块钱，万零。全部都是英文 ，International， 它号称德国来的，把它倒进去这个水管里面就爆炸开来，堵塞的东西都溶解掉，所以溶解掉，这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准备了什么？超级脏的东西。他说还有去油污的功能，去油污的功能，所以也可以当清洁剂使
就好。那我们先使用毛发试试看。来，我们现在先准备了一瓶水，因为它看起来是强酸的概念，感觉手碰到会受伤，然后碰到管子，管子应该也会融化掉。个人是这样认为啦。你真的那么强，管子应该早就被融化掉了。对，再也不会堵啦。毛发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一点各种宠物的毛，毛发进去，能不能像它影片这样子恐怖嘞？整平了啦，怎么跟影片不一样？影片不是会涌出来像喷泉一样吗？怎么没有？它好像有在分解的声音嘞。有哎、不然我们先放着给它跑一下。好、给它漏冰一下。好，那我们直接来第二个实测。它不是把这个铁的东西放进去，然后起来以后干干净净。对，第二瓶，我们拉来。好，来哦，我们直接把这个放进去。这很脏哦，来看一下，是真的很脏。里面有什么？混晒，什么都有。一样有滋滋滋的声音哎，一样嘛，泡嘛。5 minutes later， 这杯水它会冒烟哎，看有没有变烫，哎，变超烫哎，烧水看看啊、找得到毛吗？好像真的没有嘞，毛还是这啊，毛在这。来，莫慌莫怕，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没错，见证奇迹的时刻嘛。一二三。泡的不够吗？好像没怎么擦哎、上面也有毛啊。侧边的洞洞的缝隙的那些污垢好像也没有被弄掉。花钱的坑，我来踩。再给你一瓶。怎样？帮我看到底有没有用？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吗？有用吗？好像没有用哎。哇！这是一个骗人的东西。人生起源的第一把火，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你现在是疯了吗？被骗疯了。今天的第四项商品，那我们先看 FB 的卖家秀。瓷砖缝隙去污剂，大陆产品。大陆产品，不是大陆产品不好，大陆有很多好的东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很难相信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制造出一些很厉害的效果，对吧？视频890，来直接实测，要是它没有用就全部把它倒掉了，全部倒给鱼吃。看到我们的瓷砖没有？脏不脏？我先选择这两块。要不要刷？他说刷两下就好，刷两下，一、二。多送你6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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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有没有擦？好像有干净一点，可是我觉得它的缝隙好像没擦哎，因为它这款是说瓷砖缝隙去黑剂，瓷砖缝隙也会去黑是吧？哎呦，哎，好像有效哎，有效哦，我们终于买对产品哎。可是老板，我有个疑问，等一下，我也觉得我有疑问，等一下，来，我们旁边这一块。看到没有，也是黑的，对不对？对，先洗掉清洁剂哈，洗掉洗掉洗掉，完全没有清洁剂，我们就加水。一、二、三、四，你就知道我用的多大力了吧？大家推荐给我们好用的刷子产品。我是觉得啊，好像有用啊。我跟你讲，来，哎，请说。我们不要说每一样商品都去否定它，但我们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你老实说，这样商品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有用。那我用沙拉托就可以了。我甚至用沐浴乳好像也可以耶。是，结论呢？我觉得 CP 值不高，太过了。它这个东西实在是让我太生气了。